大概1分50秒就可以了。松饼，松饼，你乖乖呢，来，松饼来，松饼来，松饼，好可爱哦，撒娇呢，哎呦，你表现良好。那包是你之前送的狗狗呀？对，我之前养的狗狗。哦，这次要送国外，所以再拍影片。啊，好可爱！哎，我会想你的，小松饼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松饼好可爱。松饼。啊。加油！加油啊！希望它可以。应该是美国可以顺利送出去。它是101中狗吗？啊？它是101中狗吗？它是有人说它混到大麦，有混一些那种什么大麦丁的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人家说的布农犬，布农族养的狗，就是台湾狗没有错。嗯。它很纯啊，因为它尖尾巴，然后短三角脸，然后短毛。短毛是长毛、短毛都有可能啦、啊，但是它是短毛，然后眼睛这样子，而且很纯，它其实还蛮聪明的。这种狗狗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啊。对呀、啊。超那个的。这种狗狗都跟主人很亲近。啊，真的吗？它有时候太开心，它跳过来，跳到我身上，被它压到。他很兴奋，他弹跳力也其实很惊人，对啊，很厉害，很会跑，对啊，长腿妹啊。